直线是不是走是直的，这一条是直线啊，到这里曲，这个直线变成曲线，拉紧这一条，拉紧。好，现在走，手肘还不弯，因为是从手指到手肘这一段。好，这一段紧了以后，走要弯曲了，走弯曲的时候不是收回来，一收回来松掉了，是不是？走弯曲是一弯曲把肩再拉出去，把这一段的直线再变成曲线。好，这段直线从手腕变成曲线，到手指到手肘。好，到这边我要做走到肩了，手肘沉下去，你看，把肩膀再拉出来，是不是？拉出来，转它。所有的你要站走到肩的时候，都是一层，你看，把肩膀再拉出来，到这边是直线，一层，再拉出去。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而不是这样掉了。啊，晓得吗？去练习，从头到尾在做的时候，从手指尖到你的肩到肩胛骨，先做这一段，全部是拉住在做的，没有一个地方松掉。啊。再试试看，你们的手肘到肩那一段。